我是阿明，我是有名莫名的大鼻。咖啡席台闻娇娇喜讯，孝猜娶年轻老婆。等了9年的粉粉注意啦！出道20周年的日本双人组帕菲即将于11月17日来台开唱。为了替演唱会宣传，雅美和友美快闪来台。有朋友自远方来，来人赶紧送上真奶。好，美味しいですか？好，好吃，好吃，日本的珍珠奶茶现在大概是800日元。他们在东京市喝了还蛮多种不同的珍珠奶茶的，果然还是觉得台湾人。他们好朋友 Mickey Wong 明年就要结婚了，所以请他们就是祝福一下。Mickey 怎么？まだしてなかったんだ。谢谢。那我跟你说，上でしょ。Mickey いくつですか？Mickey ですよね。はい。私たちは上かも。もうしてると思ってた。やだ。やだ。遅め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だからね、若い人と結婚するのかね。はい。娱乐动新闻，只差19岁的神仙眷侣哦。报道，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。属于你的媒体，苹果新闻网。